来大广州，你想吃一顿好吃的烤肉，就要来远景路这边。这边有几十家韩式的烤肉店，快走一边，我给你安排这家有你愿意吃的冷面、烤鳗鱼，还有烤肉。不是，这怎么？这是广东标配吗？啊，全是小塑料凳儿。咱就奔这个特色活鳗鱼来的，看看。哎呀，都是现杀现烤。走，媳妇儿吃。咱等上菜的功夫，咱先打一把。又玩你的传奇啊？我呢是一个资深的传奇玩家，对传奇是情有独钟。80后的男人谁没玩过传奇？闲暇时候除了露营旅行，就爱玩会儿游戏。大家可能一听到传奇就觉得很坑，还很烧钱。但是只有我这种传奇的老玩家才能明白这个游戏的魅力。但是确实，现在这个传奇手游啊，真的是太多太多套路了。什么零氪也能玩，上线就送周卡、月卡、万年还魂一套，天花乱坠。你还别不信，就这些符，一个个打着零氪就能 buff 的幌子，开局就送满配资源。在我亲自体验之后，发现呢，只要你不氪金，就让你一直卡着某些点上不去。别说 buff 了，就是你打个怪都让人大佬抢。这时候想要继续玩，只能干啥？充呗。我的追求就是不充钱，少充钱也能玩得舒服。所以市面上的传奇我基本上都试玩过。家人们，如果真的想玩传奇，找到以前的热血与激情，就听我的，就玩我左下角这版官方正版授权的合集版传奇。这款传奇自动拾取、自动回收，高攻速、高爆率，装备自然纯收打，做到了地图不收费，满屏爆装备。而且我推荐玩法法啊，法法的双重雷电击伤害直接可以秒整个地图的怪，是打装备的好组合。现在左下角下载还能领取专属的礼包码，家人们赶紧试试啊！这种鲜活的鳗鱼烤出来特别香，快乐双倍。哎呀，造！这个鳗鱼特别香，咱在青岛都没吃过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好嫩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回家我给你做啊，是吧？嗯，肉来了，你们漂亮啊，真棒啊！28160，20块钱一块儿，咱大广州啊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待得了的，太嫩了。哎呀，这个芝士玉米粒老香了，媳妇儿。造造造，看咱烤着肉怎么样？米其林八级厨师的水平，来点蘸料，快乐三倍，炫上它一大口。我又点了一份，必须让你吃爽。哎呀，好嫩啊！哎呀，太爽了，直接香到顶了，还是北方冷面好吃。嗯，但这是南方北方味儿。今日消费641，吃的饱饱撑撑的。关注金松，再了解不一样的幸福生活。大广州就是吃的爽啊！